没有人接。一是怪族人脸笨，于是打电话给我，后来我就替他讲这些话。我说因为那时候记者重视啊，我是离婚的这一点啊，外遇，而没有仔细的去推销其他我们的代理，在夜市大卖钱，拿到这个不好犯罪。像早期的时候，就有男人打电话，没人管，我就在街上游荡。那我最很清楚就是我家那时候住在北沟国小后面，然后那后面有一条小河。然后在落日余晖之中，本人脱下裤子跪着那个小河就开始练小便。哎，你不要有痔疮开刀。那如果要小便啊，那个小那时候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痔疮开刀技术很差，过去。卖关子哈，那我想如果你的买书的预算一个月只有一本的话，那九月当然就是买豪爽女人哈，十月的话请你去买台湾文艺。其实我还知道的更多哈，因为从陈燕那边我知道他们那个拍摄的过程，其实还有更好玩的。那请那个台湾文艺初刊的时候，再请那个施立青继续讲那个更好玩的部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以前常常会一起写东西，我们就会叫我们叫嫔妃。那因为用习惯了，我们自己也分不太清楚我们到底谁是谁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女的朋友的帮忙，不过剧名是嫔妃，就是我们两个。讨论的或者是大家有下去第十期第十一期也都会有。其实妖言就是女人的话，女人自己说出自己发自心底情欲的话。那这个话是我们自己写的，当然我们也是作者，我们自己写，然后我们找女人写。女人我们其实发现跟早期的古典中国的古典小说里头其实也有这种状态，其实这个状态很有趣，就是说中国古典小说里头早就知道女性生某种女人的性的声音，女人就是天婆跟尼姑，就是年岁不小，状态不明，身体不清楚，不干不净的女人。这些女人进了这些大宅院，这些非主流园，那其实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早期的女性声。我觉得现在的那种核心家庭也蛮悲惨，这个比较难，或者是说现在的社会状况不太是，也许不太是千婆跟尼姑的状态了，或者是千婆和尼姑来访，也许是从来就有的最好的女朋友。可是我觉得其实家庭中有一种怎么讲，女性生女性的女性的能量来源非常强烈的一种能量来源，可是这个能量来源从来不及付出。至于说 queer 这样子的专有名词，就是大致上它也是从运的心念，其实就是代表着说这样的东西也是禁忌，然后它的能量可能是被封锁在一个防线之外，那他们就被封锁在那里，然后没有大致上正常的社会就想着那就不要管了。可是我们现在开始讲 queer， 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同性恋者的文本或者论述，然后尝试要跟主流社会达成一种就是甚至跟国家机器达成一种共谋状态，然后我们是可以乖乖的踏入他们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实际上我想就是可能我有点跳得太远，我可能就是说也不是站在一个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上来讲述情欲，而是说尤其加上我们自己，我可能我们出生的年代有关系，就是说我们是所谓的新人类，那我们本来就不觉得情欲这种事情，就是说我们是从压抑而到不压抑，我们本来就没有压抑的念头，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本来就是制作以及跟就是其他人的交谈和沟通之后，我才发觉就是说有很多是被压抑，而且可能那个压抑就是说它本来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发现就是连比如说女同性恋者之间，他们也有很强烈的权力分化关系。比如说一些比较老的所谓妻跟婆，我想大家大概来这里的人大概明白这是什么关系，就是说比较阳刚的角色以及比较阴柔的角色。那所谓比较阴柔的角色就应该是被贬义的，或者说一下，那只是身为一个就是说自己是一个这样子的大族群之内的一份子，虽然说我是 queer， 所以我想大概是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会做 queer， 而且我们现在是就是说极力提倡这种概念，大致上就是说，一种族群形成一种，就是说，看似好像是团结，可是实际上是一种
以团结来消磨差异性的那种共同意识。虽然说也不是强调说大家就尽量内斗或者内爆，就是适当的内爆，我认为这反而是对每一种情欲的场域是更有爆发性的作用。那富有这个专辑不但是弱势性爱族群，它也加弱势存在这些游离的份，就是说除了已经提到的，那没有被提到，同时还身为大象不太习惯坐着讲话，你们就知道我向来都站起来就发疯不是。其实，在红林后面讲话，我觉得很感动，因为红林知道我在写什么，红林把我书里面想要讲的一些东西讲得蛮清楚的，也许有些地方我还有这个欲言未止的状态，他会把它很直接了当讲出来。不过，我想大家到这边来的话，尤其是我对此书有兴趣的话，总是要问一些很基础的问题，简单最起码的情绪反应吗？请你们看本书的第九章，这都回答完毕了。也许有些人会说，哎，这样我还没看这个书，没办法，我说那你花点时间看一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情欲的讨论，对于情欲解放论述的讨论，都蛮起码。意思就是说，当有人说打破生理情节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很强烈的情绪反应，然后直接说，那怎么呢？或者说有人说我要性高潮的时候，他就很紧张说啊，只要性高潮啊，别人都不要啦。他们说我只要性高潮，通常是那个缺乏性高潮太久，他会想到只有那一件。我要性高潮，还有好多别的东西，我性高潮可以继续看我写的东西啊。那我之所以要写出这样一本书，其实蛮重要的，意义是有好几个层面的。我先从这种对于直女性的情侣花样，都是这样。基于我们情侣生活的资源，交换我们情侣的情况。教官说不行，青少年太年轻，孩子都生完了，孙子都到了，还有情侣呀、啊？至少，请你为别人留下空间，因为还有一些人没有像你这样被害得那么深的，他们要空间。压抑的过程当中，还没那么的重要。在这里，不单单说是性活动多，下面可能要讲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性解放，我每次一讲性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啊，那就要滥交喽。我常常在想，昨天也在跟几个朋友讲，说性解放就好像欧式自助，没有那种从来就饿怕了、逃难逃很久的、从来就没吃到的，他生怕下一顿没得吃，他才会好吃完了以后，他可能塞了一肚子，但一点愉悦的感觉，那种没有。我们正因为压抑过度，所以一说要性解放，他只能想到滥交。性解放当然包括滥交了，有人爱滥交嘛。可是性解放里面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怎样，性解放里面正是说你爱怎样就怎样。所有的性少数的活动是有很大的特性的，这个特性在于哪里？就是它脱出了一个单一的模式。现在这里面大家一想到性就是一男一女，二男上女下，三抽插树下然后结束。这个树的这个领导给他看了一下，他看完了以后他说。我应该早五十年看到这本书，我就不会一个就是大师。我一出来讲说要性解放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哎呀，糟糕了！那女人的身体岂不是就很容易就被男人？这个社会上有哪一个时候说女人的情欲发展是好事？没有啊！一说要情欲发展，他就说：哎，小心哦，我滥交哦。是我们有关情欲的话是爽。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偶尔有一个人在小小的台大校园讲了20分钟，说我要爽，哇，大家好爽，爽得不得了，因为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得出来，运动没有什么两样，跟有的人，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空间里面开出来，让性和情欲健康的、自足的发展，而不是充满了羞耻和羞愧。在这样的条件，他知道要卖，而且他能卖，而且他抓着卖，在这样的。这样一个商品不断没有保障女性的情欲品质改善，所以女性论的话，那一本书是我尝试把情欲跟阶级跟种属跟性偏好这些议题结合在一起。对，一样。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女性逻辑。就是性解放运动，看着这个社会运动来看的话，那。魏老师，你没有他们，我去引导他们，我去教化他们，然后他们就觉悟，然后觉醒，然后就怎么怎么。是对中产的知识妇女，我也不用使他们觉醒这样的话语，没有什么。我只是告诉你说，
嘿，我这里有十字之三。如果你要继续吃那个，很多时候纠缠在我们社会当下的道德观念之内。就在这样条件之下，我们性压抑的道德和教育，基本上对我们的情欲发展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是想请教那个情欲自主跟累积情欲资源，你们阐释一下。我现在想起来他问你这个，但是我如果说情欲自主的，这个吗？我已经把你的书读完了，然后我也读了施济青的两本书哦。我去听两个，你们沟通一下。就是说和森蕊的论述中间啊，有关宗教的部分没有谈啊，就宗教怎么样来打压性功夫啊，怎么样的反宗教，然后最大的原因就是宗教压抑人性。那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一堆人要去新宗教，那你也没有办法，他不肯自我解放化。我们再来多这个学也没有用。第二就是基层的父母做的都讲的，他仍然想做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想要干什么，介入人家的家庭，取代那个老婆，然后继续做老婆。那这个跟何春蕊谈的根本完全是两回事。假如你今天做第三者的目的只是要颠覆一个女人，她以妾的身份入主，变成她的女朋友，她不再有任何承诺，她要做一个在情欲上面非常好开放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你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名词叫平等玩家，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就是说它是一个父权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是照着父权的思想的文化，在它的规则在走。那我说我很抱歉，我必须说出来，就是说反对性解放的时候，别人一定就说你性压抑，好，所以它有一个是内在的逻辑很难突破。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反对性解放的时候，很好很好很好，因为呢他们很容易把女人的议题把它变成一种私密性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就是说这里头它是个颠覆性。另外刚才还有那位女士说，在父权社会下面如何，那因为大家都是受父权制约的，结果就是你根本找不到，不要那么悲观。我的学生毕业后到大学去交女朋友的时候，回来跟我抱怨，听不到。今天这个我们在这里讨论性的快感，好爽的这些谈判的方式让我觉得这好像是不是又成为一种新人类的一种义务跟责任。那这个义务跟责任是为了这个社会经济，要服务社会经济这个很伟大的目的。那个为了要服务改造下，改造我们自己，要改造我们的下一代，这是一个很沉重很伟大的一个目标哦。所以我想问何春蕊，就是说性的快感还有豪爽，性快感本身有没有可能是超越外在的社会或是政治，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那如果我们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它可以是超越外在社会政治，如果是这样的话，性快感可不可以就只是为了他自己，因为我想要享受性快感，这跟社会的改革没有关系，这跟社会制度也没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爽就是爽，为什么要把爽跟原住民运动、跟同性恋运动、跟妇女运动、跟这么多个很伟大的社会运动勾连在一起呢？爽就是为了我自己，不为任何别人，跟同性恋无关，跟劳动阶级无关，跟原住民无关，跟妇女也没有关系，跟女性也没有关系。第一种可能性是为了自己而爽，不带有任何社会改革的色彩啊。那第二种是，假如我们觉得就是说，快感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领域，快感就是会跟社会政治连接在一起哈。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有一种更细致的分法，就是把性快感的内容又分为好的性快感、坏的性快感、符合社会进步的性快感跟是社会倒退的性快感？因为我们很否认的，现在主流的一种性快感，其实从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那是不但不是社会进步，那是一个我们很反对的。那假如男人，有的男人他就是觉得说去挑厨妓，这个就是他的性快感；有的男人也是觉得说他就是要跟厨女发生关系，这个就是他快感的来源，他这样的很爽。那这个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那我们如何建立起一套标准说，同性恋的性快感，这个或者说是边缘团体、原住民的劳工妇女，他们的性快感就是我们现在要大力去鼓吹、要大力去颂扬的。那男人要挑厨妓，男人从挑厨妓得到的爽，这
个就是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批评，我们要去贬义的。那我还是所有的爽。那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其实只是出发两岁的痛，是好像妇女运动内部作战？今天在场的人是你们听到了二十世纪结尾台湾最伟大的一次女性主义的运作，绝不概念。在女性主义圈子里面，我没有听到这样的深度的、这样的仔细的来检讨的运动策略，检讨一些关于女性论述。我甚至没有看到在自己的女性主义圈子里面，对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论述这么样专注的、这么样仔细的去检讨、这么样仔细的去思量、这么样仔细的来辩论。说你们有福气，大家真的有福气。这一世纪台湾妇女运动里面是最伟大的一次辩论，就在这里，所以绝对不能怯场。好，下面继续实战出击。如果我刚才讲的话让你觉得我是要改造社会，我是要什么伟大神圣崇这个崇高的目标的话，让我告诉你，那个崇高的目标是听起来崇高，实际上有点私心啊。这个私心是说，对呀，你可以自爽啊，你可以有自己的情欲啊，你可以这样子。可是今天这个场合其实只是对谈的开始，只是女性情感的开始。我那时候在演，就是当时说化妆，他就要照，就当背景那样照。因为他在正面上，那个很卫生。他在这化妆的时候，一边一换，然后他就说：“好，你打好一点。”然后我就开始心情特别好。后来我发现疯狂化了，想去找他也没有。但是如果见面有时候会说：“哎。”所以你会变成他有时候会不会要我们的心情，所以你会觉得我也会很无聊，我告诉你不懂了，但是你老婆是面对国内面对对啊，我也要回答的面对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是拿地图在这里。